大家好，我是美联物业拍景台二行 Cindy， 今天为你介绍的单位就在康福台，叫康辉园。这个是一个低密度的住宅，楼高五层，总共有20个单位，实用面积是1175尺，连一个车位叫价是2200万。我们现在入去看看个单位。我们现在开始参观这个单位了。咁喺客厅左手边咧，就系一个主人套房。右手边咧就有两间客房同埋一个客厕，同埋厨房都喺左手边嘅。厨房入边咧仲有一间储物室。而家暫時業主就愛嚟做儲物室，但之前咧都有個工人姐姐喺入邊瞓覺嘅。呢度咧就系左手边嘅主人套房啦。我哋而家睇完呢个单位啦，首先我都想介绍下康辉园个地点。呢度三分钟咧就可以行到去炮台山地铁站，咁啊位于一个小半山嘅地段啦，环境非常清幽。其实头先睇楼嘅过程，你哋都可以见到每一个窗望出去咧，都可以望到绿化嘅景观嘅。至于单位方面咧，楼底非常高，系超过九尺嘅。每一间房咧其实都好阔落，尤其是咧个主人套房。储物空间十分足够，每一间房都有做到顶的入场衣柜。仲有一个优点咧，就系咧佢系连一个车位，因为喺呢一个区入边咧，其实车位同埋单位个比例咧系唔足够嘅，所以咧有一个车位其实都系一个很好嘅优点。
如果有任何查詢，歡迎隨時聯絡我詩咪妹，我的電話就是94869132，多謝參觀。